慈善机构 eGift 义赠慈善基金，在新年期间发起了个全城一人一利是爱心行动，呼吁大家过肥年之余都不要遗忘关怀弱势社群。很多艺人都已经支持了依家娱乐为善，一向不甘后人，这些这么有意义的善举就当然要支持啦。我哋仲揾埋一班艺人一齐行先，听下佢哋点讲。我已经捐出咗港币100蚊利是去 eGift 义赠慈善基金，支持一人一利是爱心行动。Hi， 我系唐贝斯 Lydia。eGift 义赠慈善基金一人一利是爱心大行动，喺度我都会捐出100蚊嘅利是，亦都会 tag 多3个朋友一齐参加呢个活动噶。咁我就 tag 你周美欣 Loretta、Connie 文海玲同埋 Coffee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独居长者和小孤儿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义赠慈善基金，可以将爱心宣扬出去，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。今年你哋爆咗多利是啦，我都爆咗多利是。咁啦，你哋嘅利是咧，其实咧系可以做慈善嘅。只要你哋咧捐出100蚊嘅利是咧，就可以捐俾eGift义赠慈善基金，亦都可以帮助咧社会上面嘅弱势群体。而病咗都不忙做慈善的张希文就话，亲身去帮人是最好的，但如果没有时间的话，捐钱都是一个好选择。人家说心善则美，不怪得你的样子这么漂亮。